现在我们来为大家介绍 iPhone 米电脑干化机 S010 的标准盒装内容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有一本快速安装指南，然后有一支黑色的话筒，以及一支白色的话筒，还有网路线一条，然后一条符合国际电压标准的电源线。最后的是我们的 S010 的主机。以上就是我们 S010 的完整盒装内容。